下一位我俾埋李卓仁议员。系主席，即系其实有一个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我觉得系即系非常之唔合理嘅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哋有一个新嘅政策咧，就4000米以上嘅地主咧就可以换地，4000米以下嗰啲就唔得。咁即系分明咧就系、是，即系我想知道你哋有冇统计数字咧？到底4000米以上有几多嘅业主系4000米以上咧？咁可能都係啲大財團，即係成日我哋覺得成件事本身太多嘢唔公平，你哋又特夾硬嚟嚇，點解4000米以下嗰啲唔得呢？咁可能嗰啲小業主想真係耕田嗰啲咧，佢哋又冇得換地喎，但係咧即係攞嚟發展物業嗰啲咧，去賺大錢咧又，即係你可唔可以講到俾我聽，有幾多係4000米以上嘅業主，到底數目上有幾多？係。主席，我哋手头上冇呢个数据嘅。你事后睇下，如果有机会补充一下啦。因为今日咧有啲情况咧，我想问嘅咧同财务关系咧都系令至佢哋未必有足够嘅资料。呢个有某啲数据咧，我希望咧如果系未足嘅咧，可以系事后补嘅。咁样嗱。